实在不应该为着我甲婆婆冤家啊。嗯，阮阿娘讲的话讲到这尼啊歹听，我实在是听袂落去。新妇啊，新妇敢讲就唔是人，新妇嘛是别人，怀胎十个月，生心肝囝呢，是安那都安尼互人糟蹋。春英，看起来你敢那有真大的委屈吼？你若是有委屈，都讲出来，心内较快活。唉，这是要将何说起呢？去前进，厝内无一日会当平静。我做你不安，是心心不宁。是讲，佛祖就是阮阿娘，恁阿庙啊，哈，哇，阿庙真是遮厉害啊，甲大你遮知，哇，你若讲到阮伯伯，我真正用力起笑，先生，伊吼。都敢若像一只猴神，我若惊东，伊就飞去东；啊，我若惊西，伊就飞来西，甲我跟前跟后啊。春英啊，大家念新妇，这嘛是真正常啊！啊，正常？你无听人伫咧讲，四大人是厝内活菩萨，咱对伊尊敬嘛是应该啊。嫂啊，你真正是菩萨的心肠，母啊，才无亲像你有这么好的修养。也那是讲到春英的修养，唉，真正是一言难尽呐、啊。又果是一言难尽，是啊。
救奴夫的性大家心不是国民那本领一应破碎是生过万千雄兵我还会记有一遍我阿娘说春英啊啊你若扫涂骹就要对外面给他扫倒入来啊你才会从咱丢家的灾气给他扫出门你敢知道春英说什么婆婆人我们故乡的风俗不是这样呢这土山是垃圾物件，啊，当然爱甲伊扫出门去。啊，卡输，咱若对外面安尼阁甲伊扫倒入来，啊，毋规间拢总全涂沙粉，安尼吼，不但对身体无好，啊，对身体若无好，安尼咱就爱请大夫。大夫若来看病，咱就爱加开钱，安尼毋是无赚倒了。春英的口才果然厉害呀、啊！春英自细伶俐聪明啊，冤家相骂是无所不能，一旦开战。哦，听一个也蛮混气，春英，努力出嫁，国本坚定啊，家家着随家，官路中生，理想随烧。想袂开，嫁予迄个无路用的赵天祥。我操！我你是感染风寒是吗？啊，不是不是，好，一定有人在咧讲我的歹话，嗯。春雄啊，嗯，为什么你都无我这种烦恼呢？哎，哦，你是咧讲阮阿娘甲秋官咯？嗯，是啊，因为呢，我较聪明，眼光嘛较好啊。啊？哎，啊！你即摆即句话意思，唔着讲我眼光无好呢？既然那呢，我要来去甲春英讲。哎呀，我是跟你滚生笑的啦。来来来来来，坐啦坐啦。咱讲实在，你到底有什么步数？暗度，甲我加几步啊？你无听人伫个讲，娶到一个好某。
较赢三个天公主。啊，其实啦，我嘛无啥物步数啊，只是娶一个好娘子。哦。你也唔够求官哦，将来都唔敢甲阮阿娘咧应嘴应字啊！哦，孙雄啊，你哦，你真正是三生有幸。嗯，唉，像这种吵吵闹闹的日子，我都唔知讲都爱搁忍受偌久啦。这种日子哦，我实在我都不忍受啊啦，春英，也我是叫天啊，天不应啊伊，也我是我地哦，地不灵啊，到底要如何来？春英啊，你先莫烦恼，明仔载咱来去观音寺拜拜，再请静竹师傅甲你开示。好啊，希望观音菩萨有灵有声，教我看要安怎样，甲阮宝宝变输赢。我看到你呀、啊，陆施主，您今天来向菩萨求什么呢？哦，今天呢，我是要替阮阿嫂祈求观音上主。你莫白讲，师父，因为阮小姑甲伊大家有一点仔冲突，所以要来请师父慈悲开示。看是要安怎才会当化解？哎呀，阿嫂，你较大，你的代志爱先解决唔才对。师父啊，阮阿娘对阿嫂看不顺眼啊，讲话三尖六角。来刁难，我对阮阿娘可怜相关，伊使我拼命骂我官。师父，啊那亲像安尼，是要安怎样化解？陆施主，你的小姑。为你跑不平，你以为如何呢？师父啊，宝宝是长辈，我是死世，尊上兄妹是一生苦栽培。何必去冤枉？
有时阵你也无做唔对，啊，阮阿娘拢安尼甲你骂，敢讲安尼唔是天大的冤枉吗？陆施主，你是不是感觉被人冤枉，心内真郁闷啊？袂啊，卡叔讲，我若是有做唔对，我就随改；若是我无做唔对，我卖听就好啊。啊，阿娘常常骂你是插头，我看你用要变成是插头了。亲像你这款五大呆哟，陆施主，其实讲的人不是恁阿嫂，是你呀、啊。我，恁阿嫂，伊不是听无，伊是运用智慧。解决问题，所谓大地六福啊，顿多些强。细想看卖，恁阿嫂安尼做，你阿兄不是较好做人，因厝内也会当过和平快乐的日子呀。哦，啊，那是赵师傅你安尼讲，我为阮阿嫂抱不平，安尼是我想加抱咯。春天。你若想要家庭吉祥和乐，就应该常常去欢喜心。就算你的母亲真照做到，也毋免为此介生气冤家啊！你安尼。不是替别人的错误来添烦，你自己的。哎呀，我到即马才想到啦！啊，我春玲哦，真正是一个戆大呆。春玲，师傅，阮小姑，伊是要问师傅，甲因大家的问题。春玲啊。啊！你甲恁大家问题是要安怎化解啊？阿嫂，免问啊！哇，知影！我元素坚强太认真咯，我是自作聪明。就是好事。
情住在心。这个心跟境啊，是安怎来分辨呢？有智慧的人，心都未去和境转去。不管人安怎讲，家己认清楚，我是对的，那就对啦。这都是智慧哦。啊，但是咱若唔对呢？人若甲咱讲，咱应该呢感恩哦，赶紧改过来，嘛无虾米代志啊。所以心唔通去和。因为呢，咱心啊，那去和外面影响，咱真紧的心业、口业都会堆出来。所以一切呢，就是从因。